也蛮整体进行当中的发电国际石雕创作营，因为最近在遇到东北季风横过落叶，而提户外创作就加过困难。有16个石雕艺术家还是强化观色，已经完成了大概60%的净土，横过60吨作品雕挂起来。主办的发电业文化局就讲，有信心替22今年闭幕式的时间，囤出块的作品如做好。老超过两公尺红果，万新图台开63个台兴石雕创作，用机器停停的雕起来，到大家停手下进行停位粘合，奉骗石雕家进行行业改团改创作。贵州半云高仓动火事件又有风险，也不应看到台兴石吹创作停又改进行。这件原本的重量大概是6吨左右。那因为我作品是镂空的，所以目前雕到现在为止大约3吨。另一片其他石雕家也不敢落水，都不碰下三万类创作。发展国际石雕人往年都是到9月份对盘，今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各不将取消国际创作展类推，归空台国内参与，各展后到新年每张进行。为了应应东北季风及世界挑战，发展人文化局到16个国内石雕家都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了。落水平常时来讲。较危险啦，因为我得融天，有这点危险啦。咁讲我得会做好一种防护，要克服环境。其实我们也有点担心，可是老师们都是每天格外早，然后也是非常的积极，即便是下雨也是穿着雨衣，然后风再大也都是非常的积极，克服了这些状况。石雕展完成到12月22日举行闭幕。发展人文化局讲，户外创作期间不但强开放民众来观摩，了年还会举办石雕体验，还可邀请艺术家到民众来分享石雕创作的理念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发展报道。